the vaccine issues related to us. And actually, I already had my first dose at the last Wednesday. I mean, the last Wednesday. And I already booked appointment for Simon at the nearest Rexel. We'll discuss what we concern about the vaccine and why we chose to wait for Pfizer or Moderna instead of AstraZeneca. Yeah, we'll talk to you later. Bye. Hello,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今天跟大家想聊一聊，关于疫苗的事情。然后今天是五月八号母亲节是吧？啊，五月八号是。然后国内的母亲节啊，不是我们母亲节，但是国内已经到深夜了。然后呢，我因为是有安省的，我从魁省转过来有安省的健康卡，所以我就很快能在安省的系统里面做约克的政府系统里面预定了。然后我是预定的刚刚过去的周三的打的疫苗是 Pfizer， 打的过程其实也很简单。那么到现场就是在网上预定好了，那么到现场呢就出示你的健康卡驾照，就证明你地址的。其实我的驾照还不是这个地址，但是我有一封信是在我现在新的地址收到的，我是在热点地区，所以即使你就是说热点地区满了14岁或者18岁以上都能打。然后我就到现场排队，我看了一下现场呢，大概要排队20分钟，打完过后呢要等个15分钟观察就结束了，整个过程大概在半小时左右。然后 Simon 呢，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安省的健康卡，魁省健康卡已经申请了，但是刚刚从魁省搬来安省，所以呢他会在那个只能通过那个药房或者是对 pharmacy 系统来预定。然后我刚刚给他订了一下我们家旁边大概走过去5分钟的一家 Rexel 的那个疫苗预定。然后 Rexel 现在大概是想网上说现在 Rexel 是 Moderna 疫苗。 Moderna 疫苗 Simon 跟我说 Moderna 疫苗是对华人最有效，你从哪听来的？新闻上。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说 Pfizer 跟Moderna 疫苗都是属于 mRNA 疫苗，其实没啥区别，为什么觉得会有人种有效呢？ Why do you think so？ 不知道，没听说听说的。那你觉得你能接受到 Pfizer 疫苗会更开，不是那个 Moderna 疫苗会更安心一点呢？也还好。那我问你，如果那家最后给你提供的信息是，哎呀不好意思，我们现在 Pfizer 疫苗或者 Moderna 疫苗还没供上，但是你可以现在就来打AstraZeneca疫苗，你愿意吗？还是你会继续等？继续等吧，等到有，也不差这么点时间。看一下镜头吗？啊，你看镜头吗？好傻，就你看电视。Hello， 反正你也是给自己提供的嘛。Anyway， 但是万一如果我们到时候想分享一下呢？好，那就这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哦，对了，今天我们要去除草，昨天拿了除草机回来，今天你要帮忙哦。啊，你搞吧，因为全是郁金香。好，拜拜。